老头他的那会儿真的太繁忙了，那个一年六天去两天，还剩四天了，好好好，那咱不买吧，留他儿子买，那那四千块钱后来男孩结婚了或者什么地方。真的，对。他拿你刚才，我这他妈机会。我就看那个左眼睛的啊，这老头吧，我就不服，那儿子二十岁，他一米六八，他儿子一米八，这孩子十三岁出生，十三岁以后就觉得外人真苦，一月归一次，让他老爸上不学了。小时候飞，现在爸爸买的，妈妈。杯子吧，这多漂亮！你看，我就说，